良一。はい。二等兵高田忠明。はい。これは池田少佐の命令を受け、ここでお前に防衛注射、集計を影響しないのため、直接でここへ来た。長官、工場の許可が必要だ。バカ。はい。この船で何人と思うんだ、あ？こんなに時間あんの？まさか中尉の俺、お前らに命令を下さないのは？はい。急げ。どうぞ。马上想办法把这道门给我打开。嗨嗨，敌方只有两个人，给我向高地冲击。快冲上去！快，都快点！快！装的什么东西？你忘记了？继续敲，一定要给我打开！嘿，
快点儿！田中行一不见了，这附近是不是有驻军？离这最近的驻军也要5公里，而且他们必须穿过我们才能过去，他们也没有过来啊。坏了！怎么了？这里发生枪战，驻军肯定要过来增援。 他们肯定是在后面的公路与日军会合，我们赶快过去拦截他们。走。海哥，起来，我们必须马上转移到安全的地方。大佐阁下，我们实在跑不动了。你们不会落入掉敌人的手中，必须跟我一起离开。走。还有3分钟就行了，明浩，快过来，帮我把电视机拿出来。好，电视机。完了，怎么了？电视机被子弹打穿了，不能定时了。你不是还带了个起爆器吗？对，有起爆器。这交给我，你们先撤。不行，这是我的工作，必须我来。现在是不是只能手动控制了？对，没关系，我可以把起爆器的线延长。你闭！你闭！箱子里是不是还有引爆器？快找找！给我，这个是不是把这个打开就可以引爆了？对，你别动，你听我说，真的。上官同志，上官同志，你听我说，这个不是你擅长的，你把它给我行吗？我现在会了，你们马上离开。绝对不行，你把它给我。服从命令，撤。上官同志，这是排长交给我们的任务，必须由我们来完成。现在只能有一个人留下来引爆炸弹。我最有这个资格。凭什么你最有资格？因为我是共产党员。让你们撤，赶紧撤，走。对不起诸位，今天有可能没办法保护你们的主权，但是事关风云计划的安全，你们绝对不会落到敌人的手中。大佐阁下，大佐阁下不是说过美军马上就要到了吗？你们的家人收到你们为天皇陛下献身的消息，他们会以你们为荣的。小子军，现在没有负担了，我们可以向援军的方向撤离了。走，大佐阁下，你为什么要这样做？你难道还不明白为什么吗？我这么做是为了风雨计划的安全。如果他们落在敌人的手上，那我们的机会还有我们的秘密都会泄露的。只要这个资料还在我们的手里，风雨计划依然可以研究下去的。明白了吗？属下明白。属下明白了，小泽君，可我不想死。为了风影计划，我们
要赶紧撤退。我真的不想死。快起来跟我走啊！快走，走，快走！走啊！我跟他们拼了！我跟他们拼了！田中新一逃跑了，我去追他，照顾好自己。你们听着，你们要是留下来，只会有更多的牺牲；你们要是走了，还能为国家做更多的事情。走！可惜你知道的太晚了。不晚，一点都不晚。看来今天必须有个了断。我们毕竟都是军人，那你敢不敢跟我来一场共兵的对决？好，我满足你的遗愿。
没事，死不了。南笑，终于完成任务了，难道不应该高兴吗？ 你终于完成了你的心愿，不，是我们，是我们共同的心愿。嗯，刘双，谢谢你，你还活着。 你要死了，我欺负谁去？希望我们的生活。 能从此安宁，不再有战争。李子木同志，你的伤怎么样？胡队长，我没事儿。田中新一已经被我们击毙了，资料已经销毁了。干得好，你们辛苦了。大批的日军正在赶到的路上，我们还是先撤吧。掩护车队。 向司令部汇报，总部已突破敌人的阻击，到达现场。田中新一大佐全体玉碎，但现场资料保存无恙。嗨，全体玉碎。在田中新一大佐以下。 所有随行人员全体玉碎，玉树的轮船也发生了爆炸。将军，那份资料如何处理？安排专人送往关东军司令部。田中自恃聪明，没想到最后却玩火自焚。敌人获得了准确的情报。 田中新一大佐的一举一动，尽在敌人的掌握之中。所有的彻底行动都是他一手安排的，我们也是事后才知道这个消息。如果说情报泄露，那也是他身边的人出了问题。将军所言极是。就这样，向大本营汇报。嗨。
二少爷。 做就行了，你怎么还亲自动手了？你不是出去买东西去了吗？子木啊，他出差去了，趁他不在啊，我想把他的房间收拾一下。你看这乱的。哦，二少爷出差了。他呀，终于同意接手家里的生意了。刚才回来拿了几件衣服，说是要去外地谈几笔业务，估摸着过两天才回来。啊，那我要恭喜您了，这下家里可就太平了。 子墨，你看，谁来了？哎，你别起来，别起来，赶紧坐下。你的伤还没好呢，没关系，这点伤不碍事，休息几天就好了。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啊。 我们的追风行动取得了很大的成功，已经彻底粉碎了敌人的奉迎计划。你们啊，圆满地完成了上级交付给你们的任务，上级对你们的行动成果非常满意，特意提出嘉奖。谢谢上级的鼓励。哎，对了，啊，上官缙云他们呢？安生和孙明浩。 正在赶来游击队驻地的路途当中，上官呢？上官同志牺牲了，你们没有结成革命伴侣。 你好，上官缙云同志，我是李子木。你是不是应该跟我解释一下，你来到上海之后发生的一系列事情？嗯，味道不错啊。将来谁娶了你，是他的福气。切，就知道贫嘴，对不起。哎，行，许老板还等着我们呢，赶紧过去。 我说你怎么会迟到呢？原来是跟上官小姐在一起啊。我跟子木的恋爱关系，只是为了掩护身份。我有什么好误会的？你对子木的好感都明明白白写在脸上了，看你们斗嘴，就像情侣之间在吵架一样。
送君千里，终须一别，我们就在这儿话别吧。你身上的伤还没好，路上多加小心。你也是，回上海之后要加倍小心。这一别还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再见到。如果有缘，我相信很快就会见面。多保重。得返回上海，还有新的任务等着我们。二弟出差怎么走了那么久啊？是比预想的久了一些。这兵荒马乱的，真让人担心。要不然你托人打听一下吧。怎么打听啊？你又不是不知道二弟的脾气，要是被他知道我在背后打听他，他一拍屁股离开上海，那我怎么办？啊，也是。原先的家具啊都已经老旧了，这是你嫂子新置办的。你不用跟我解释，公司和家里都是你说了算。哦对了，我忘了，大哥现在在新政府部门工作，为日本人做事，自然要置办的体面点儿。我回来了。二少爷您回来了，走了这么久去哪儿了呀？办完事之后在当地游玩了几天。既然回来了，那就赶紧吃饭吧。嗯，方姨，你跟我一块儿去厨房帮忙。哎，大哥，这次的事情谢谢你。不，应该是我谢谢你才对。如果不是你和凌霜及时赶到，田中信一一定会逃脱我们的部署，追风行动还要继续下去，我们还要付出更多的努力和牺牲。你怎么知道这些？风雨多惊至迷间，关山出毒，路有长。你好，李子木同志。这个拥抱，我等了很久了。原来大哥就是江湖的负责人。我说我的一举一动，你怎么那么清楚？这段时间以来，你进步很大。大哥，你为什么一开始不向我表明身份？在确保你能够成为江湖的一员之前，我不能透露我的身份。因为一旦你知道了我的真实身份之后，我不敢保证你不能在方姨面前露出马脚。还有我大嫂。你大嫂一直在暗中维护着我们。
刚才他支走方毅，要不然的话，咱们兄弟俩也不可能在这儿谈话。还有啊，在家这段期间，出现了那么多的纰漏，都是你嫂子弥补的，否则的话，你怎么能逃得过方毅的眼睛？我上次忘在家里的纸条，也是嫂子帮忙收起来的吧？还有，方毅好几次想暗中跟踪你，都是你嫂子破坏了他的计划。这么说，大嫂她，她也是我们的一员。还有魏平，还有谁？仅凭他们两个，不可能知道这么多情报。你需要学习的还有很多。所有的情报员都是跟我单独联系的，因为你的身份特殊，所以我告诉了你嫂子还有魏平的真实身份。接下来你主要工作就是要接手家里的生意，还有帮我打理川岛方正留下来的影子公司。难道你在公司隐藏的那些款项最终是流向了延安？这项工作啊，以后由你来负责了。是，放心，我会绝对保证你们的安全。不是江户的安全。饭菜已经准备好了，你们两个边吃边聊吧。好，吃饭走。我们又团圆了。1938年6月11日，随着日军在海军支援下登陆攻占安庆市，武汉会战打响，此战意义重大，它大大消耗了日军的有生力量，打破了日本妄想迫使中国屈服、早日结束战争的计划，成为中国抗日战争的重要转折点。中国抗日战争开始进入战略相持阶段。还是有缘啊，我记得第一次见面也是在这样的场合。小姐怎么一个人在这儿？不好意思，我们认识吗？这不就认识了吗？是啊，你我的缘分还真是不浅。顾小姐怎么会到这儿来？执行任务。哦，什么任务？听说你大哥已经是新政府的秘书长了，我奉命接近他。恐怕顾小姐要失望了，我大哥已经结婚了。嗯，但是我听说他还有个弟弟，至今单身。你的情报一定是搞错了，我早就有心上人了。该不会是单相思吧？顾小姐，做人要诚实。对不起了，我恐怕不能给你机会了。难道是因为蔷薇？徐海峰同志说的蔷薇是你。蔷薇向你报道。那你先过去。顾小姐，
我还以为认错人了，原来真的是你啊。李太太好。别那么生分，你跟子木是朋友，就喊我大嫂好了。大嫂好。有空来家里坐坐，我们好好聊聊。好。你们聊，我先失陪了。那你愿不愿意请我跳支舞呢？我的荣幸。这初阳。